这时，收到蓝氏信号的司追和景怡先赶到了。他们看到了求救信号，便加速赶来。二人进来后看到的，便是浑身阴气环绕、不停吹奏陈情，犹如地狱使者的魏无羡，还有七个女鬼虐杀傀儡的场面。这场面让人寒从心起，惊恐异常。两人也顾不上恐惧，寻找着蓝忘机的身影。 终在一旁发现了浑身是血的蓝忘机，白衣染血格外刺眼。蓝思追，韩光君，韩光君你受伤了。景怡，韩光君，谁伤了你？我无事。蓝忘机说完，吃下思追递过来的丹药，先护住心脉。魏无羡听到了思追、景怡的声音，更无所顾忌，陈情生越来越尖利，越来越急促。 朱兰和朱青以为在院子周围贴满去邪符篆，魏无羡便无法招来冤魂。况且温宁也不在，阴虎符也已毁，蓝忘机也失了灵力，魏无羡只能束手就擒。万万没想到，魏无羡竟招来了更厉害的角色，这些竟然不害怕魏无羡的驱邪符。不一会儿，所有的傀儡和院内的修士门生都被女鬼们击杀了。 只有朱兰和朱青，虽然伤痕累累，却还有口气在。他们看着魏无羡，眼里充满了震惊、恐惧、不甘与疑惑。魏公子，求求你放了我们吧，我们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饶了我这一次吧！朱兰不停地向魏无羡磕头求饶。朱青到底是做过宗主的，没有像朱兰一样求饶。他知道他们触了魏无羡的逆鳞，龙有逆鳞。 处置必死，而蓝忘机便是魏无羡的逆鳞。夷陵老祖不愧是夷陵老祖，即便你没有了阴虎符，鬼将军也不在身边，即使这个院子周围都贴满了驱邪符咒，你照样能招来如此厉害的女鬼。魏魏公子，只要你放过我们姐妹二人，我们愿意奉上血灵石。魏无羡放下陈情，狠厉地扫过朱兰和朱青，放过你们。 如果你们不伤蓝湛，我可以考虑。不过你们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伤了蓝湛。想要我放过你们，做梦！我要让你们不得好死，而且永世不得超生。朱兰和朱青不甘心，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错。为什么魏无羡会那么快知道蓝忘机被困了？为什么还能那么快找到蓝忘机被困之地？ 为什么满院的驱邪符挡不住那些女鬼？他们死也要死的明白。魏公子，既然要死，请为我解惑，让我们死个明白，就是让你们死不瞑目。多么嚣张的回答，偏偏人家有嚣张的资本。随着魏无羡话落，陈情再次响起，这次陈情的声音更加刺耳。七个女鬼也同时向朱兰、朱青弹出了鬼爪。 不一会儿，朱兰与朱青便全身溃烂，血流不止。本来能一招致命的魏无羡，偏偏不让他们死，只让他们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魏婴，魏婴，蓝忘机已经多年没见到过这样的魏无羡了，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，又处于失控的边缘。听到蓝忘机的声音，魏无羡情绪渐渐平复，缓缓放下陈情。 七个女鬼也渐渐散去，只留下不成人样的朱兰、朱清二人。这次魏无羡催动陈情没有晕倒，一是因为在云深不知处这段时间，天天喝杨雪儿的药膳，身体已经没有刚重伤后那么弱了；二是因为蓝忘机受伤了，他不能倒下。蓝湛，你怎么样？ 魏无羡跪在蓝忘机身边，抓着蓝忘机的胳膊，但蓝忘机能感觉到魏无羡全身颤抖，能感觉到他的害怕与不安。他也知道魏无羡定是想到了曾经他师姐浑身是血的死在了他面前。魏婴，我真的无事，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。蓝忘机揽住惶恐不安的魏无羡，思追，我先带蓝湛去治伤，他二人伤了蓝湛，交给你们了。 不过零食也不要给他们留下，再检查一下，看看朱氏还留下什么人，一会儿与我们会合。思追，好的，魏前辈，今日之事勿对任何人提起。蓝忘机叮嘱道：“这样强大的魏无羡是所有人都嫉妒、都想得到的，他可不想人人都觊觎他的魏婴。”蓝景仪，为什么？他还想跟别人讲讲今日所见，别人一定没见过这样的魏前辈。 他的吹嘘梦落空了，魏无羡摇摇,摇头，没有理会景怡，扶起蓝忘机往最近的客栈走去。客栈里，魏无羡轻轻地把蓝忘机放在床榻上，脱下蓝忘机的衣衫，看到蓝忘机腿上两条鲜红的伤口，眼睛又红了。蓝湛是不是很痛？魏婴不痛，只是外伤。杨姑娘配制的伤药效果很好。 蓝忘机从乾坤袋里拿出随身带的伤药，这外伤药是杨雪儿配制的。好，我给你上药，给你包扎。魏无羡忍着心疼，替蓝忘机处理伤口，这比伤在他自己身上痛多了。蓝忘机宠溺地看着魏无羡，全身都透着温柔。好，给蓝忘机包扎好后，魏无羡躺在蓝忘机身边，两个人刚刚经历了生离死别，谁也不离开谁半步。蓝湛。 我给大哥发了信息，等大哥来了，让他看看你的灵力什么时候才能恢复。好，兰忘机把魏无羡揽在怀里。蓝湛，你有没有想问我的？魏无羡小心翼翼的问。蓝忘机知道魏无羡指的是七个女鬼的事，但他已经不再是十六年的他了。十六年前，他的不够理解、不够信任，把魏无羡越推越远。现在他只要魏无羡能留在他身边就好。 你若成仙，我便与你并肩；你若成魔，我愿陪你一起。我信你，我陪你。蓝忘机坚定的回答。魏无羡眼里的液体在眼眶里打转，他知道蓝忘机这是无论如何都要与他在一起，无论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，蓝忘机都会与他一起走。他也不想有任何事隐瞒蓝忘机。声音夜，蓝湛，今天陈情召唤的七个女鬼是乱葬岗上的。 他们曾是薛仲亥手下的七大女将军，又称彩虹将军。后来薛仲亥试炼阴铁，他们劝说无果，又不愿与薛仲亥为伍，便被薛仲亥害,害死了。他们的修为很高，怨气很重，但却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平时他们都在乱葬岗修炼，但只要听到陈情的召唤，能瞬间感到，比温宁快。 那以前为何未见你召唤他们？蓝忘机的意思是，当年不夜天，如果你召唤出他们来，是不是就会是不一样的结果？蓝湛，如果我说我不召唤他们是因为你，你信吗？魏无羡又问蓝忘机信不信他？我信你，现在无论魏无羡说什么，他都信。魏无羡听到蓝忘机说信他，开心的一笑，因为当年诛杀温晁时。 我召唤出了红衣，而让你看见了，为此你很气，还平生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叫我魏无羡，所以我那时就想再也不召唤他们了，免得你知道了更生气。而今天是因为朱兰他们伤了你，所以我才又召唤出了他们。蓝忘机听到魏无羡不召唤女鬼，竟是怕自己生气，而今天召唤他们也是因为自己搂着魏无羡的胳膊紧了又紧。 魏婴，今天是我大意了。为保护好你，蓝湛，每次都是你保护我，也让我保护你一次。不过以后还得请含光君好好保护我这个柔弱的男子喽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这样一个会撒娇、会柔弱的人，就在刚才杀了一百多傀儡和修士。好。